我们这一次沙巴大选不止第一，除了要确保小菲利阿达赢，消灭青蛙政治，我们其他的我看到静泽跟立法两个人只有一点而已，你就已经注意投他们票。当穆沙阿曼到处收买的时候，我们西马都收到行情啊，一个州议员值得3000万啊。不见歌王王一飞唱歌啊，他说啊，那是我有一百万，我是台北的，我是吃主席，对不对？一百万啊，你好练啊，一百万。穆沙阿曼这边听说3000万啊，3000万啊，我们只要拼一点。冯进哲没有出卖人民，陈立发没有出卖人民，只要这一点他们没有做青蛙，就值得我们投他们一票，对不对？因为金钱诚可贵，尊严价更高，有才干的人很多，有原则的人很少，尤其是政治人物，原则、尊严、人格，人格比才干、学历更重要。他可能没有高学历，他可能没有专业资格，但是他有崇高的人格，这就值得我们信任，值得我们投他一票，对不对？你有再好的才干、再好的专业资格，如果是汉奸走狗，一分钱都不值得，对不对？所以政坛上需要一股清流。我相信陈立发，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，啊，一个冯进哲，行动党未来的希望，他们承载着人民肩膀上肩负的希望，我有信心保证，中选以后绝不跳槽，拍戏不照。所以各位，这是第一，让小飞翼继续不但要赢，第二要确保大胜。现在选区有73席，我们要确保这些青蛙无家可归，跳无可跳，收到钱都没有家回，门没有开，今天不回家，好像一连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让他没有家可以回，要怎么样才能让青蛙找不到门呢？就要确保73席，这一次帆船火箭扬帆票投战船，我们最少要赢2/3，50席以上，好不好？小姐，你说早点好大声哦，听到了，谢谢。你要赢50席，剩的23席，就算他赢，他跳来也是找不到门回，对不对？没有门可以跳。我们就是不要让政治人物拿假这名义，然后拿来去勒索，到处拿来当股票来卖，这是一种践踏民主、出卖人民的做法。所以呢，让小皮赢还要大赢。那么第二更重要的一点，今天的这一张票。这一张票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反而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。马，今天我们看到西马很多这些巫统国门走后门的妖魔鬼怪，到处来这边荼毒沙巴社会。刚才我在这个酒店，我问那个威特，我说：“咖喱你马加马拉，马加伊尼啦，伊尼阿爸，瓦里山。”然后我问他，他是土著来的。Mengapa warisan? Itu orang luar jangan datang ke jauh. Sabah sini banyak baik harmoni. Ah, jangan datang ini UMNO ke bahasa semua berampus. Jauh, jauh, jauh. 这个是土著跟我讲的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就这一次我们看到沙巴州成为马来西亚的希望，关键在于哪里？因为西马现在吹起一股歪风，整个巫医联盟。巫统加伊斯兰党，一个搞宗教，一个卖种族，一个卖宗教，两个专门把马来西亚搞到乌烟瘴气。所以你看他的极端言论，一个比一个严重，一个比一个出位。你看我们这个伊斯兰党的国会议员，他可以公开的说圣经是假的，是经过改的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这样的言论可以发表，也可以逍遥法外。土团党的副部长可以公开要求政府关闭华小，华小要关，沙巴这边还承沙菲义还承认统考重用人才，所以我们是不怕货比货，只怕不是货，对不对？
那要比三家不是亏吗？安迪去买菜都会比了，对不对？这边该蓝块半，那边块二，后面一块钱，对，买菜都会比了，投票更加要懂得比了。傻逼阿大的中庸、开明、包容，我们是有目共睹，对不对？全马对不对？除了林冠英从前承认统考以外，就是沙巴傻逼公开承认统考，对不对？巫统会承认统考吗？回教党会承认统考吗？回教党还要求现在什么？要的通过大会全面禁赌，包括关掉万字。哈，我们从前以为有万能有惊喜，现在没有喜，只有惊，没万能没惊喜，没有了万能没有豆豆。我不是鼓励大家赌博啊，先讲明啊。还说对杨哥，我知道你喜欢喝 Casper， 我也没有鼓励你喝，尤其喝了酒后不驾车，驾车不喝酒啊，你要记得啊，千万要记得，不然现在要做20年呢，老板，20年我天天去看你的，哇，假烂掉，哇，不赢啊。对啊，如果回教党赢，他们大会通过全面禁止赌博，云顶要关，麦嫩要关，多多要关啊，然后政府没有税收，我们大家一起做什么？我们大家一起吃草。他们没有想这些东西的，没有想经济，没有想人民的生活，天天都是一个搞种族，一个搞宗教。这种西马的歪风，让我们9月26号沙巴再一次出发，成为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火车头，确保从沙巴开始，东风吹起，吹到走完沙巴，下一站到砂拉越，最后到整个马来西亚，让马来西亚重新回到我们建国时候的多元世俗中庸的精神，回到我们当时的马来西亚成立的时候建国应该有的制度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昨天了，我后面还有一个金牌杠啊大壮冷冠命在这边。其实呢，我今天刚才是给人骗来的，因为呢他们跟我讲来何清源喝一下沙巴的咖啡，他说沙巴咖啡好喝，我哪里知道来这边咖啡是没有喝到，人就一大堆啊。但是其实呢，真正听演讲今天晚上客家大礼堂，好不好？客家大礼堂，我们今天晚上不见不散。